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杰林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进行一项革命性的挑战。对啦，就是最新版的韩国辣面紫色包装。我也不知道它是多少倍辣，因为它全部都是韩文。你们一定觉得我叫我爸，我一定会韩文，对不对？我不会。好，今天我们就是要来挑战这一个韩国拉面紫色包装哦。当然今天的影片我不可能只是挑战韩国拉面那么的简单啦，因为毕竟我是辣椒之神嘛，我还有一个法宝。卡罗莱纳紫神辣椒，等一下打算就是把紫神辣椒加进去韩国拉面里面配着吃，这样子我才不枉我的辣椒之神的称号。什么 Logan 面，什么辣椒小王子。好，在这里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紫神辣椒它到底有多辣呢。它在2012年截止为止是世界上最辣的辣椒，到现在为止有没有辣椒可以超越它的话，我是不是还不知道啦，因为网上是还没有写到。大家听好哦，它的辣度是从1569300到2200000度。好，这里没有给大家做一个对比，可能大家不会知道它到底有多辣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印度鬼椒到底是多辣。然后印度鬼椒它达到的是101304度，应该大家都还记得是八斤咖喱吧？它只要一根印度鬼椒就已经够辣了，这个竟然是它的一倍辣度。紫神辣椒它的平均辣度一般为200万度，所以讲是非常的辣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开箱看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东西。还有送你一颗牛奶糖哦。好，紫神辣椒就封存在这里，然后这一个不是安全套哦。好，就只有四样东西啦。好，这里后面有说明哦，如果你把紫神辣椒含在嘴里面，然后咀嚼30秒，就算是挑战成功了。看到吗？看到吗？还需要再用一个细纸来把它给封存起来哦。大家看，我这跟我想象的形状有点不一样哎。好，各位观众，不好意思哦，弄错了，这是紫神辣条。我一直以为我买的是紫神辣条，我咬下一点点来试吃一下。真的有咬哦。哇，这一款韩国拉面秀起来的味道，可能也是很辣下哦。辣条我不可以再吃了，再吃下去哦，嘴真的肿起来了，这里麻，整片。
死神那条加下去真的是超够力哦。还是需要一二三四五五个五角的死神那条好不好意思，还是很辣。看到吗？已经过了整半个小时了，我的汗还是在一直在滴哦。这韩国拉面紫色包装给我的感觉其实还好，真正比较辣的，我个人认为是真的是死神辣条，真的不愧是有200万度的辣椒哦，久久不能自愈。这一个我还可以吃得下去，可是这一个死神辣条真的吃不完哦，至少还有剩下一半哦。如果我把这死神辣条也吃完下去的话，我相信今天将会是我的最后一集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追踪我的 Facebook， 还有 Instagram。然后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，坏东西当然也要跟坏朋友分享啦。好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